今天我们来到了嘉义了，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尊非常大的观音菩萨。哎呀，好，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半天眼紫云寺这边呢，离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旁边有升龙观音广场，然后还有公园跟观景台，然后还有80公尺长的滚轮溜滑梯，可以看到那个嘉义平原。哎呦，手指很长哎！来，先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来宾，我们欢迎谢欣，还有第一次来的尹乐。谢欣是不用说了，因为来了好几次，常看到，对，常看到。你现在讲清楚什么常看到？因为我常在报章杂志上面会看到你啊，对，或者是电视上，手机也会看到一些。我跟你讲，现在心里有伤害。对，等一下，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人家可能不会提，但你自己不要 Q 那个点。对，而且你不要有阴影，我们看的照片我们也有阴影。眼睛真的没有，不要，没有了，大家不要这样子。对啊，我们话题转到赢乐，赢乐，赢乐，第一次来，欢迎，运动健将。好，那我们这边欢迎小猪黄木野，还有大维哥。哎呀，大维哥，哎呀呀，亚洲劳勃迪尼诺 ，Robert De Niro， 81岁了，不好意思，太有味道，每次看到大维哥都喘，是有点男人味哦。好，请问一下主谋，我们今天来到了嘉义之后，赛制是什么呢？讲赛制之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上一集嘛，对，那个保姆争霸，对，阿花中奖，对。对，还挺干嘞。所以在这个月呢，阿花花将担任其他四位主持人的外景保姆。哦，接下来一个月耶。那这个你来。所以怎么会有四季？这是谁的？这是谁的？谢谢。怎么会有四季？你们会被骂哦。他现在是全台湾人善心美的女神代表哦。不要这样子。他可是下雨天会帮车祸的人撑伞的。你现在叫他拿东西？而且我没有叫车祸撑伞。我必须要再讲一件事。本人在这饥饿游戏已经几年了。我们也我们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我也剖过，那好的坏的都有。我从来没有看过工作人员在下面底下留言，或者是说你好棒，然后说我爱你。对，结果他的那个什么人善心美下面，哇，真的是人善又漂亮那种，都是我们听的。真的吗？谢谢你们。是不是？你们真的人善心美，是差太多了。哎，不要讲，那两回事。哎，那个输掉还是要接受惩罚。你看，所以我们都很贴心，我们就身上不要带太多东西，不然包包会太重。真的，不像有些女生哦，就故意再背另外一个大包包。我就是要跟她做一个搭配，但因为你刚刚说可能被骂，所以我背一只。不好意思，给她的这个。没事，今天我来。你怎么会害怕恶势力呢？妈妈包里面有水啦，湿纸巾、面纸，对，可乐，防晒乳、防蚊液、遮阳伞都有。视频吗？可乐。哎，你身为一个助理，你物品什么的，哇，这是视频。来，帮我们开。哎，但是你们四位主持人要放手机还是个人用品，都可以找他。录影过程换关卡的时候，帮我写名字，他就可以。那你就助理该做的事情啊。那我就照我的心情写。助理名字，那些什么可以，反正有什么要帮忙的就找花妈帮忙。好 ，QQ 你 Q。哎，有没有什么事要花花帮忙的？花妈，OK。花妈帮我写名字。助理画到我，真不好意思，写错了，画到我，不好意思。他这样子，待会手要拍照，就有一个脏脏的痕迹在那个地方了。酒精呢？有没有酒精擦掉？Q U N 对。他写错字，他写 Q U E。好，来讲赛制主题是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可以。好，我有点忙，说不好不定，水太多。哎，这紧张，你手又在抖了。这个平常没有当，很明显，对，或是照顾别人的这个角色。我今天可以。好，来，好，今天的主题机制叫做傻瓜三间谍 VS 六机民的对抗赛。哎呀，然后刚刚有请各位带手机跟耳机下来嘛？对，哎对，然后。我们会用影音档案传送游戏内容给各位到各位的手机，但是有三位傻瓜间谍会完全看不出游戏内容，只会听到我在讲风凉话，然后各位要经由游戏过程来揪出傻瓜间谍。哇，这个以前我们好像玩过，很接近，类似那种什么菜虫。可是大家都知道状况，可是你不知道状况，可是你不能让大家知道你不知道状况。老实说，当傻瓜间谍的很痛苦，很累啊。因为你必须要装的你不是，但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好烦，真的很烦啊，整天都很烦的。请问挑选的机制是？那我们已经内定好了。
哎，哪三个是傻瓜间谍了？那他们谁知道的？不知道，等一下传影音过去的时候才会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自己内定啊？对啊，可以啊。哈哈哈哈哈！好冷，可以啊，无能为力。可以啊，前三关获胜的前三名，除了可以下一关有优势之外，还可以吃东西，并且会各自听到间谍一、间谍二、间谍三的线索情报啊。然后最后获胜的一方获得奖金9000元。所以如果是机密拿到线索，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就让其他人都知道。可是。如果是傻瓜间谍获胜的话，到前三的话，到前三他就会锁住线索。对，哦，所以傻瓜间谍也要很努力的赢得游戏，不然他会处于劣势。所以谁很努力赢游戏，也有可能是傻瓜间谍。方向没有错，好，那就带着妈妈包前进第一关喽。对，我又渴了，我又渴了，不好意思。平常有那么口渴吗？我想喝水啊。好，热，他对热了，他对。你是这个吗？这群群的啦。妈妈有行动冷气吗？热，我吹电扇。妈妈可以撑个伞。对，要伞要撑起来啊。天哪！哎，真的，热不干嘛？喝一下。帮你喝少一点。对对对。伞要撑起来，伞包包那么小的包。然后因为我今天开车下来好像也刚好没油了，所以等一下也麻烦你好不好？哎，你陪他去加油。哎呦，好像不错哦，因为我没有开过他的好车，我好像可以试。妈妈穿制服了，妈妈蓝色是我的，我要穿制服了，对，谢谢。好，看一下，黄色是你的。哎，可我今天想绿色，哎，你可以帮我去，你可以帮我协调一下，我想要换绿色，我穿黄色。妈妈这衣服有味道，是有味道啊。小小兵，哎，花妈，我鞋带掉了，你帮我绑一下，我要穿制服。这可能会有问题。你如果真的让他跪下来帮你，嗯，好，虽然我们会开心，但你可能真的会被全台湾的男人骂。是不至于啦，反正没关系。来，替你披上。这是他今天的身份呢，他今天是助理。对。可是我助理很大牌，完全不鸟人善心美代表。先去帮助理很大牌，我刚刚讲我鞋带掉了，完全不理。其他人没有，我只要服务你的思维。然后我说我要换颜色，他叫我嘘。请问他到底是我助理还是我老板？我有人权的好吗？奇怪了。好了。那手机都有带哈，有，我们都有带手机。那待会要传影音档案给你们，先请大家站开。哦，分散，站开一点，站开一点。哎，主谋，我是不是封锁你了？为什么没有？对啊，我也没有收到。来了。哎，你也要看吗？好，然后数到三，大家一起看哈。好，来一、二、三 ，play。前方有三张桌子，上面分别放了不同道具，请依据下列指示进行游戏。一，把毽子踢入杯中。二，戴手套后，双手在胯下，一前一后牵手之后，让右脚移出双手形成的套环。三，穿上健康步道拖鞋，返回起点找主谋握手。做对正确顺序的前三名，可以获得傻瓜间谍的线索以及吃东西。哈哈，抱歉，你是傻瓜间谍，你现在什么规则都听不到，只能听到主谋充满磁性的嗓音，以及看到两只慵懒的小狗狗。现在，请你假装听懂规则，不要露出破绽。请你加油，不要被发现哦。来喽，尔虞我诈开始哦。我怕那个。哎，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倒着跑？哎，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倒着跑？我先倒着跑，没动，没动。对啊，为什么会倒着跑？有三个人倒着跑，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模仿他的动作，因为是孟哲先这个。对啊，哎呦，第一个你大胆，没有人会碰，没有人会先碰啦，我绝对不会有人先碰。哎，要不然这样啦，我们所有人。猜拳，最输的那个就先。哎，也是吧，也是吧，也是吧，这样子被逼的就知道有问题了。好，来，就知道有问题了，好不好？全部一起猜拳，猜拳哦！哇塞，这么多人中，那就算喽。剪刀石头布，
想要说不，想要说不，想要说不，后面玩十年。你剪刀，你剪刀，你剪刀，剪刀，剪刀，石头布，剪刀手布，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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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手，剪刀手，剪刀手，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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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猜一个，最粗的，那我这样会猜很久，你们两个就先拿回来。剪刀手，为什么要变我们呢？我们就要猜很久，前面都有录到，有录到水的，你们这里面一定有人，一定有人不敢碰，然后想叫我们去碰。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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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三个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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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三个一起拿，三个一起拿，因为大伟哥看起来就很想动，他妈几点了？来，三个，三个一起拿，喊到一二三，好，一二三，一，把毽子踢入杯中。一二三，要摸哦。三个心机都很重，我只能这么说。可以先开始，哎，你们可以继续拿啦。对啊，你们可以来来来，开始来来来。哎，我也可以看影片吗？还有忘记的，快哦，来哦！啊！你为什么做的心，做的很心虚？为什么做的心，做的很心虚？每个心机都很重，我觉得好。哎呦哎呦，不错哦，不错哦。二，戴手套后。双手在胯下，一前一后牵手之后，让右脚移出双手形成的套环。三，穿上健康步道拖鞋，返回起点找主谋握手。大家都很会演嘛？啊？做不正确的就不会算对哦。啊，那个我要再看一下了。多做的也不算对。那那那，我那从头哦。刚刚大家还有做什么？
第一位过关的产生了，孟哲。好，现在已经有第一个过关了，就是许孟哲。对，可我看刚观察孟哲，我觉得孟哲他是知道要做什么的，但我做的事情都是他在误导大家。嗯，大家有做的。而且从头到尾，许孟哲都很坚定，很贼的，对，一直在观察每一个人。对他感觉是知道，对他知道他要干什么。可是大伟哥有突然在最后，然后看每一个人的动作，他怎么 ending 的？对，我年纪比较大，动作比较慢。OK， 脚步慢一点。但刚刚在那个第二关的时候，黄木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刚刚很快就回到第二关，但是他一直很慌张。因为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完整的推断，因为刚刚其实大家都还在模糊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所以动作也不能多做，对，要做正确，就要跟你一模一样就对了，对，我们不能自己加，对。好，一个人先胜出了，接下来大家就头痛了啊、哦。来，我刚想到一个策略，就是呢，因为我们大家已经玩过一 round 了嘛，所以有可能机民，有可能间谍已经差不多知道要干嘛。嗯，那我现在是从旁边的角色，我可以帮你们看说谁都还在偷瞄别人。OK， cool， 好，对， okay. 所以你们就大部分哦，好，我可以从旁边看说谁在偷瞄别人。对对 对，好，那你知道线索的就赶快先冲。好，你讲的 ，OK， 好。不要相信，所以我帮你们观察，我帮你们观察。他讲的好像，你这样一讲完，好像又有道理。怎么办？我本来觉得他很有道理的。对啊，你这一讲，我就觉得他如果他是间谍，他就会给错误的讯息，也是对。哦，你们这很烦，这个心机好重，你们这心机好重，这样很烦，你知道吗？你们有找那个头头药的公司来当赞助？对啊，我们要这样子，疑心病会变很重。找一找，很多。我现在冠名的是五洲，是不是？他有没有头痛药？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来了，听声音哦，预备。没有撞人家的啦！来，是花花先握手的哈、哦，恭喜第二个名额产生了，过关，厉害了吧？你们刚刚一直在讲，你们都猜到彼此的身份了，嗯，对啊，对啊，你这么快就已经知道金明做什么事了？因为前面有两个人做一样的。对，因为在前面的过程当中，其实尹乐是冲最快的，他是最后冲，他是最后输在健康辅导鞋。对对对，可是他冲最快，是因为他跑得快。其实老实说，可是他一穿上健康辅导鞋，他整个入定哎，他就不动了。慢慢的这样。其实因为只有取其一，你只要有一个关卡稍微卡到，不行了。然后我看到第二关大家在做任务的时候，有几个人方向跟其他人不一样。方向不一样，我发现到哦。对，那你们就继续观察，我继续观察，还有你们的优势啊。因为在这虽然他们是前两名，但没有任何人可以确定到底是机民还是间谍，嗯，对不对？好，来了第三回合啊，听哨音预备。来不及了啦！快快吗？第三位过关产生了，呀，终于！好，所以前三名已经出来了，他们可以先吃东西，对不对？哇！变大了，变大了！怎么样？这个是怎么回事？完整的便当哎，没有，疫情的关系，那个自己装好了。哦，对，是一个人吃一碗，一个人吃一碗。OK， 卫生啊，不是整个便当哦。
要先不是就打开来，不会破的吗？哇，你还把骨头哇哇哇哇！我这个小子，拿重点，拿重点，去骨，对，去骨这个厉害，聪明，去骨就可以抓很多。放菜跟香肠啊！啊，你们好像还可以先线索，对不对？那他们可以先线索，一个一个来，第一个过关是孟德嘛。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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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鉴别游戏最吃亏跟最吃香的永远是人夫。上一关的前三名，你可以先选择你要的顺序。除非你们有人不是鸡鸣，不敢在一二三。但其实也不见得，搞不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好，第一个。哦哦，你要思考一下，因为人夫哥哥讲的话可能就……我都讲成这样了，还要不？我觉得怎么又不要听他的啊？因为他说什么？我怕他以前的片段吗？来，请看，你们不一集一集来，你们变成连续剧。 好了，你们好像还可以进线索，对不对？那他们可以去进线索。一个一个来，第一个过关是孟哲嘛？哦，好，孟哲先。好好好。让他们看到，再放给我。确实有怀疑两个女生，我在第一关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干嘛，然后一直在瞄我，就连我。 我的另一个，没有人，我是来看。傻瓜二号，无限台。第二round的时候我赢了，我正在旁边看。其实我看出我两个嫌疑犯，我觉得一个是 David 哥，另外一个是小猪。David 哥的经验很足，他所有的阅历是非常广的，所以虽然说我不太熟悉，但我觉得。 他会往他身上下定论，可能是他吧，我也不知道。好，蔡黄汝也回来了。嗯，尹乐晴，尹乐，我觉得有一些女生的话不能信。哦，哦，你给出来的提示很重要，因为你是旁观者哦。有两种话就说，有些男生的话也不能信。真的，然后尹乐晴说，所有的话都不能信啊，那就是男生跟女生都不能信。 全天下，那讲什么结果啊？那你们两个的线索一定就怪，没有啊，没错啊，因为他间谍有三个啊，那这个线索就白给了，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那我们这里面不删掉啦？对啊，男有女啊，他们每次给的线索都很烂。对啊，啊，第一关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线索的啦。我来看线索了。那你们有什么要分享？换成别的后面，男生的不能信。 这个范围很小啊，那个线索是白给的，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那我们这里面不删掉啦。对啊，男有女啊，有男有女啊。那就完全看这个。可是我目前觉得怪的就是小猪，因为他简直，然后可能都听不到，我觉得他在装。哎，尹乐，怎么样？然后有分享，你在那回头瞄我们的用意是什么？我在想回想刚刚的那些一举一动。哦，所以他的线索是刚才的行为有关。线索很好。 是其中一位主持人，真的假的？其中一位主持人，你是其中一位，那这时候就厉害咯，因为前面两个给的很模糊，但第三个却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你们不是说要讲出来吗？要。所以前两个人，吓死！对，我真的也有讲啊，只是他们给我的线索没那么好。我觉得他跟他一定是好的。谁跟谁？俊俊跟。 为什么？不一定是好的。为什么？他跟着我啊。他第一 round， 他第一 round 跑到前面第一张桌子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然后一直在看我。哪有？赶快冲到我前面。哪有？间谍，间谍，我真的知道。所以刚刚有在害人的人应该就是。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啦。然后第一轮，所有人都在害人。我跟你讲，我刚刚有一个东西，我一直不知道要不要讲，但我觉得现在讲出来好了。就是我第二 round 过关的那一 round，到第二张桌子的时候，我一开始先一个人到，然后后来小猪很快的冲到我旁边之后，然后又在看我在干嘛，对不对？而且他是故意的，对，没有，你们可以继续怀疑我没关系，你还给我对看呢，我们两个站在那，不是你，然后他从头到尾也不知道干嘛，就莫名其妙就是你，就是你，就讲就是你，你讲不出个原因来哦，就一直说就是我，对，他就说就是，一直在害我，只有只有间谍才会一直想要踩别人，然后第一 round 我们在大家在前面跳绳或是干嘛的时候，他在我跟人夫中间，我们两个就是一直在做很多事情，他从头到尾就一手拿着跳绳，一手拿着毽子。
跟杯子一直笑说：“你们大家心机好重，你们大家心机。”没有啊，因为真的为什么要叫声？你们不觉得你们在叫声是吗？你可以再模仿一次，你刚刚动作好经典哦！哎，你们真的心机好重，你们大家心机好重。不是，又不要叫声，你们干嘛一直叫声？你们不觉得心机很重吗？今天大伟跟你帮我讲话，是不是？啊、他们拿跳绳在跳，根本就不用跳绳。我想说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跳绳？我听不懂。哦、OK OK， 来这个来这个，好难哦，好难哦，好难哦。鸡腿吃完，我嘴巴有点油，想要那个。怎么样？你需要什么？湿纸巾。我要喝水，帮你卸妆哦。我只要湿纸巾，我没有卸妆。点点，我们排队，我们排队排队，不要急哦，不要急，慢慢来哦。好，折折的，好折折，好，蛮好。君君君君，我们女神哦。喝完了。对你喝完了，我剩这最后一口，我喝不完，你先帮我收着。好，我帮你私心哦。那个水车在那边，如果要真的他们要喝，你要去那边。对，好，你要拿。没问题，你们要，你要一瓶。我要喝水。你要喝水，泽泽。我还有，我刚还有一口。我不要一瓶，一瓶，一瓶，三瓶。还放这么远？湿纸巾。我五分钟前就跟你说了。花妈这个，花妈这个名字还不错。我怕他们。假鬼假怪，我只是把它整个拿过来。我怕你们假鬼假怪。花妈，快点呐！我喝完了。你们要体谅我，这里面年纪最大的。花妈，我们想见。来，真是不错。不要，我有了，我有了。他从来录到现在，终于不忌讳讲自己的年龄。我已经随便了，随便了。哎，花妈，厕所在哪里？我刚喝完水。在那边。我也要上厕所。傻眼。那你带他们两个去啊。你们今年几岁了，还不知道哪里有厕所？哎，你是助理耶！啊，去去去！谁是谁？我被蚊子叮了。在哪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有沙、有溜滑梯的地方。溜滑梯要玩沙了吗？等一下还是一样哦。玩沙还带下来了嘛？对，等一下还是要传题。你们就两个，我就一直盯着他。为什么？盯黄木眼，对我就一直盯着他。我给你们全部看过了。孟哲哥，我觉得他已经是铁间谍，我们要找出主持人的间谍是谁？会不会就是你们这种偷盯的人？主持人的间谍是尹乐刚才有提到的，对，就两个主持人嘛，对，两个主持人其中一个啊。就你们两个。刚刚花花有说小心男生，对，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 key point？ 没错哦。莫哥刚刚说小心女生、啊，就是所以有小心男，有小心女的都有啊。对啊，对啊，在狂踩人，这个人真的是赶快想带方向。我跟你讲，要赶快，赶快想要找人抓交易啦。是我刚刚忘记了，我忘记小心女生这个。那个也踩，这个也踩，他乱踩，就这个很明显啊。反正慢慢的该怎么样就会露馅了。对，好不好？来。那我们这一关要做什么？哎，一样，那会传影音的档案给你们。哎，所以要站开一点点。好，传了是不是？好，那我先戴耳机，我先戴耳机。好，在上面看你的。规则是，请滑下溜滑梯，在溜滑梯期间至少完成一次爱的鼓励，然后马上大喊“我爱饥饿游戏”。抵达终点时，左脚先踩发地，然后在一到五选择一个题号，说出正确答案。完成的前三名可以获得傻瓜间谍的线索以及吃东西。哎呀，抱歉，你是傻瓜间谍，你什么都听不到，但是要请你假装听懂规则，好吧？给你一个提示好了。这一关我只能告诉你，要依序玩溜滑梯，其他的无可奉告。请你加油，不要被发现喽！有人在看你，小心。讲一下哈，刚刚第一关有说只能做出正确的顺序嘛？这一关难度增加，可以在溜滑梯的过程当中做出奇怪的动作来混淆。但是还是要做出正确的动作，就只有手的动作而已啊。率先过关的三位可以获得傻瓜间谍的线索跟吃东西嘛，哈。然后上一关的前三名有优势，你可以先选择你要的顺序，一到九。哇！可如果你要保你是铁鸡名的话，你就是第一个啊。但我还是想要看一下别人。再来，可以。第三个。
哎呦，就起码就算前面两个真的都是第一名的话，我还有机会。对，我第三个耳机可以拿下来了哈，可以的，可以。接下来两个人选的位置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你没有选到前三个，前三个都不如果三个都是机民，除非你们有人不是机民，不敢在一二三，不然如果在对，因为在机民的角度，我一定是一，但其实也不见得，搞不好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没有不用想法，因为你一二三过了结束啦，你也可以混淆别人，你也不用混淆，因为你后面的他就不用就直接听线索就好啦。对，因为傻瓜根本不能玩啊，对，前三名哈，所以你们这三个人当中应该就是要抢一二三了，对，对啊，还有其他关卡啊。没错，推论很正确。了不起就是玩八关嘛。对。我选第二位。是哟。哎呦，敢选第二个哦。我要想看我的。哎哦。你会第一个的吗？没有，我刚刚很相信你哦。没有，那这可以混淆。这是一个做法，但你可以选择不要一啊，这个本来就自由的。就算是间谍，他也有可能拼他的记忆力，就是我一样选第二个。但是呢，第一个做什么我就完全 copy， 哦，这也过啊。可是没差啊，就代表他在学，也可能不过啊，不一定会过啊。因为你可以做混淆的动作啊，你做十个动作，他十个都学吗？然后第一个，哦，那他这个嗯，好，那三棒，如果他三个机敏三棒就结束了，对，三个机敏三棒就下一个点见。犹豫了，可以，你可以拿线索，可是这样他就没有线索。你第一个假如不过的话，你会让人家看到间谍，有可能会看到其他的人。可是如果你三个都是机民的话，间谍根本三个都过了，机民间谍根本什么都没有做的，间谍什么都做不了，一定是抢前三啦。如果因为他们就三个赢了嘛，三个赢就三个线索拿走啦。那间谍傻瓜间谍什么都没办法做，就输了。除非你们三个人没过，那就你要思考一下，因为仁甫哥讲的话可能要认真。我都讲成这样了，还要？我觉得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他不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也有可能是坏人。引这个机迷出来，你看到没有？对，我在引这个机迷出来。你觉得他是好人？我觉得他是好人，所以我会。你觉得他是好人？你有看过他以前的片段吗？哎，你们不一集一集来，你们不能连续剧的。我现在要传讯息过去喽。好，燕子。过，蓝雀，过，飞鱼，看啊，尴尬了吧？我要闪一边。你说飞鱼哈？飞鱼啊！哎，你这样，你这凹得有点。你的台湾国语有这么严重？还是你山东腔？我觉得他是好人，我觉得他是好人，所以我会想。为什么？你有看过他以前的片段吗？哎，你们不一集一集来，你们不能连续剧的。我要站出来。你对我也是这样啊。我要站出来讲一句话，我们要给更生人一个机会，好不好？他虽然犯过错，但他有改过自新的这个。我其实忏，我其实在里面忏悔了很久，我反省了。人设就很鲜明。哎呀，好了，随便的，让你自己决定，自己决定。哦，恭喜你！剩下就抽顺序了嘛，对不对？就是啊，这没有其他，一定要你们三个过。你是不是松一口气，小猪？我没有松一口气，我没松一口气。他已经是没有了。他松一口气好了，你们三个玩，我就不用想我要怎么演了。你已经解了，你也不用。来，其他的请亮牌。是不用玩。我们两个更不用玩。哦，你很关键，我们两个不用玩哎。谁是四？四跟五。Number four。好，那就这样了。第一棒就直接先上去了哈。假设今天假设我们现在三个都是机敏的话，对，我们会知道正确的动作。那我们三个就都只要做正确的动作，他们就算那我们一定都不会过。等到一轮全部，我们后面有可能在做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说谁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是队友。因为如果从头到尾只有我们三个赢，我们到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另外三个间谍是谁跟三个机敏。哦，懂你意思。就我们只知道好。我们知道我们三个人的身份，嗯，目前对。我们现在除了知道我们自己身份之外，我们也要去抓其他人的身份。你们想不想抓其他几个？如果先想搞定我们三个，那你就看你们想要干嘛。我想抓，但我也想要线索。哦，好吧，那没关系。我反正我第三个，我就看你们两个前面怎么弄。他是不是很贼？厉害啦，头痛的这前三位，如果这里面混着间谍哦，基本上就是非常困扰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三个里面最头痛的是尹乐，对，这个是一个很无助的状况，然后他好可怜，哎，就位咯，你要想清楚哪个几率是对你最好的，不要被骗了，好，听收音哦，哈，出发喽，手不要搓，手不要搓，好嘿。手会脱皮吧？聪明，聪明，聪明。好，做了几个动作了。嗯，相信黄木岩应该全都记起来了。黄木岩，你记得？他只做了四个指令。我五号，他很全面。OK， 我五号。一号尹乐没有完成。啊？哦，对。二号。哦。没有人过关哦，目前。预备。出发啦！哎呀，来这招！哎，手这样扶不会溜。我爱吉尔游戏。直接撒泼尿。好。做了两个动作而已，其实没了。哎，没过关，花花没过关，这样子就是我说的了。他们刚三个就讲好这一招了。好，现在换我了。我觉得这里面当中一定有一个间谍，所以他带了风向，叫大家走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是可以帮助间谍隐藏的，可是三个全赢是没有让间谍有隐藏的空间。所以一定有一个人带，他们三个人一定有一个人带了风向，把他搞成这样。来听哨音哦。对，更搞不懂。啊，成功了！但是我恨祖谋。哎，狗狗在下面了，小心！有，我停住了。好，这题是常识题，限时五秒内说出三个位于嘉义县的乡镇市。知道。计时五秒。五秒。三个。嘉义的什么？乡镇市。乡镇市很难。我只知道嘉义鸡肉饭啊。太难了啦。我一个都不知道，这个如果我一个都不知道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啊？是他前面做对了是吗？是啊，谁？对哦。为什么会有问答？问答是干嘛？对，为什么会有问答？哎呀，抱歉，你是傻瓜间谍，你什么都听不到。这一关我只能告诉你，要依序玩丢话题。其他的无可奉告。哥，这题目也太难了吧！我根本一个不太难了，这题目很难。题目真的难。来，听哨音哦。他如果不过的话，应该是忘记了。出发喽！还有蜘蛛人呢，约谈约谈约谈，没问题了，不要给鬼给怪了。是把刚才镜头看到的做一遍。约谈了约谈了，没问题了。对，都做了，没有一定没问题的啦。太对哦。这题是语言题，大家都喜爱的溜滑梯英文单字是 A slides B seesaw C swing。
谢谢你。不出来就 slide。什么？过关。这一切的一切就，哎，这名额产生，这样反而苦恼。他困卡，他困卡。可是我就不到旁边去。第五号，他全部坐，他也有可能混过去啊。对。他就混过啦、啊。因为其实全座蛮简单的。我腰腿塞，我好累哦。你知道真的笨的人还当笨蛋的时候，真的超痛苦的。一开始他们在开始还没有选择之前，他们就说，如果真的是笨蛋找当笨蛋的话，一定很惨。我就想说，不要，怎么会是我？我好痛，我这快流泪了，笑不出来。来听哨音，预备。哎呦、啊！怎么了？怎么安静？没过，凶多吉少。这题是趣味，没多少题、啊。百香蕉皮会滑倒的印象深植人心、嗯。日本科学家们实验证明，踩到以下哪种香蕉皮会越滑？好难啊！A. 整体弯度较小的香蕉。B. 果肉甜度较高的香蕉。C.外皮较厚的香蕉，应该是。哦，恭喜，没过关。答错了，这一关很痛啊！我觉得这一关是对，对啊，这一关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哎，这样子玩真的不知道干嘛了。完全没刹车哎、欸！成龙，怎样？我完全没刹车。你的夜很像成龙，是可以一路滑下来的。怎么样？来啊，来啊，来啊！过去了，没有悬念的了。只差看有没有答对而已的。2022北京冬奥获得男子冰上曲棍球金牌的国家是？是你的题目哎。A. 加拿大 ，B. 瑞典 ，C. 芬兰。只有你会知道，真的只有我知道。我的答案是，我说是要拿一个东西，对，弯弯的，像脸蛋，拿棒球棒。哎，刚刚因好奇心使然而有点曝光间谍身份的协志，在平安度过溜滑梯这个坎后，能否也跨越 QA 这道高墙，最终胜出，把间谍线索暗杠在自己手上呢？请问你们会唱童年？是狂家领到街上敌人的身上，我就唱夏天。谢欣，谢欣，谢欣。哎，等一下，他在帮我过关。等一下，谢欣，谢欣，等一下。到底你别好啊！哎呀，我来过关了。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谢欣，谢欣来。干嘛啦？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报警！没有人要陪你啊！没有人要陪你。我的童年好悲惨。2022北京冬奥获得男子冰上曲棍球金牌的国家是？这是你的题目哎！真的只有我知道。我的答案是拿棒球棒过关。哇！哎呦！哎，那我先。哦，剩一个机会啦。大家都记得这一题。我刚刚是说我超级恨主。哎呦，你后面有补一个超级恨。那这关它是可以加东西的。可以。限时五秒内说出三个位于嘉义县的乡镇市。竹崎、番路、鹿草、大林、水上铺子、民雄。天哪，你根本嘉义人。好强哦！太厉害。太多了。不行了，他说三个，你讲五个，我都给你。结果他会不会很有自信的，叭叭叭五个，全错。
那就三个啦。对。他们这样子玩是在保护间谍，让这个间谍去拿线索了，也是。哎，他没有过，他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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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他是间谍，你第一个就错了呢。他还说，哎，让这个间谍。我以为他这边是过。好，那我们前三名的朋友可以吃东西啦。耶！恭喜。该不会是第一个上吧？我希望是啊。哇，拿起好轻哦。哦，好像也很帅啊，还有虾子，可以了，喂，恭喜鸡腿嘞，他们一直很期待打开什么鸡肉饭啊，哎，这是意大利面哦，大哥，不是啊，炒面啊，炒面炒面哦，有他有多给你几只，虾虾已经长这样很大了，靠海吧，刚刚好像有些人有露出一些，你说在玩的过程中马脚，对，嗯，尤其是在我过去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几个人很大声的说他为什么过去了，只有听到说为什么要会多了一个问题，限时五秒内说出三个位于嘉义县的乡镇市，为什么会有这个啊，为什么会有问答，问答是干嘛，讲出这句话的人可能他的身份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大家都很头痛，大家都在头痛这件事情，那我先选，再见，他是第三套镜头。自行捅到这里。是间谍二号的间谍二号。哦。间谍二号。到。到。到。真的很无聊哎，刚就讲过了。要证实我没有骗人了。我跟你讲，我想要分享一件事。好，我可以直接大辣的告诉你们，我刚才看到听到的线索。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我得到这个线索，因为我是拿的是二号间谍的线索。嗯，但是刚才合理讲，上一 round 的前三名肯定一定会有人有一个这个线索，但都没有人讲。我的这个线索是二号间谍演过无线台的电视剧。所以没有啊，就一句而已。香港啊 ，TVB 有无锡啦 ，T 笑就是台中华民啊。对，然后你看哦，刚刚前三个有人没有讲出这样东西。哦哦，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会懂。三人当中有一个人隐藏了他的线索，但也不见得，但也不见得他就是。对，搞不好他只是不想分享而已，不愿意跟人家讲。在骗人。哇，你心机好重哦！你成长了，成长了，这是有可能。我都还没，也有可能哎。他说真的，但是你相信他吗？有没有人要听我的线索？要。好，又忘记你了，又忘记你了。说来，我们都觉得你会讲假的，所以就没有想要听了。他给我的线索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是《饥饿游戏》的主持，跟我一样。那他姐，可是你知道的是第三个。就是你们三个知道的是个别三号的其中一个间谍的啊，那从头到尾都给一样的线索啊，目前为止都是一样啊，跟刚刚是一样的，所以还有男有女嘛，对不对？这三个是不同人吗？代表着不同人，不同人啊。哦，这三个是代表。等一下，刚刚男生是谁说的？第一 round。你说男生的，我说要小心，所以你隐藏了线索啊。过猛，因为他是二号，一个讲女生，因为他也是二号，一个讲女生，一个讲女生，一个讲主持人啊，所以男生是没有讲对的。不能说隐藏，但是我这句话是已经锁定了一些人呢。我觉得现在线索有出入的是花花跟那个鞋子的线索，因为刚刚花花他确实他没有分享线索，是因为他一回来听到你们讲说，哎，我都有分享线索，说要小心女生，然后他就讲说，那他的线索是要小心男生，没错。可是呢，下一 round 的三个人进去，一定会有一个人拿到二号了。对，哦，那他就可以确认，对啊，那下一个拿到二号的就可以确认我说的是到底谁说的是有问题，对，是男的，好复杂，第三了，好累哦！哦哦哦！好清凉哦，脚好痒哦！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哎，不要动，不要动！他好像他一直在啄我的脚，他好不容易来吃我的，你们不要把他赶走，我放了好久哦，你们一动他就跑掉，一只，我就只有一只哎，不要踩死哦！我其实两一脚各一只。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跟大家讲一下呢，叫做，哎，等一下，泡脚区。哎，主持人。主持人，你介绍，给你介绍。谁啊？给我们介绍。这个是主持人的工作。
保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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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姆交给你哦。哎，其实你今天保姆也蛮轻松啊。对啊，我们也没对你干嘛。对啊。哪有啊？我这整个颠覆我三观哎。那你都叫你的助理做些什么？我哪有他做的？你平常帮他铺床、架电灯、对啊，开行李箱，没有那么严重。好，我们现在来介绍啊，童年度假村这里呢设有多项游乐设施，如小火车，然后定点的七弹射击，像我们现在所泡的冷泉鱼泡脚，还有旁边呢有一些生态导览等，以及提供可以容纳数百人的烤肉区跟窑烤区。另外呢，另外一边还有木屋区，还有露营区供旅客住宿。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一关我们会用简讯传题目给大家，然后机民会收到的是正确的题目，间谍呢会收到有奖跟没奖一样的废话，然后大家依序作答。答错的话会被水枪射击，然后并淘汰。哦。然后每一题都会淘汰两个人，所以会进行三题。好，知道。最后存活的三个人就是获胜者，可以看间谍线索跟吃东西。哦。哇，那这个也很运气。上一关的前三名可以选择你要的顺序，一样一到九，给你选。哦，那这样懂了，懂了，懂了。好，上一关的那也不对啊，如果前面的大多数的答案。比如说回答了五个，有四个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就跟着讲就好了。不能重复啊！不能重复啊！哦，是有可能比较宽广的。哦，你好像有点紧张。在玩之前，我要跟你们说，你们不会懂我的心思，我其实是在帮你。哎，这个节目下来之后，我发现大家越来越会演了耶！哦，好，下一关前三名，第一个获胜的是那个 David 哥。哎，你先选一到九。一到九，来一个顺序，三，就三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来像一个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因为通常都是就看前面有两个，大概一个代表，然后后面就如果大伟哥是三，第二位是谢欣，我要九，我要六，啊，谢欣，第三你是六，五，哎呦。在你中间啊，对啊，我站在那边。你刚不是说鞋子怪怪的吗？就是怪逻辑，三五六后面。好，来，所以他就可以猜。那其他人是怎么样？抽的，对，要抽的。好，来。我现在要传讯息过去喽。好，大家还是要关心。盖着哦，一二三，开始开了哈。一二三，点开。第一题哈，一号请回答。雨落下，花绽放，十二，回忆从此有你特别闪亮。时间停在白色花样。过，来二号。就现在时间来说，二号答错，时间到。失败了，二号失败了。三号，请回答。啊，答错。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为什么？你们俩都答错了。你俩都答错，这题有这么难吗？这不就一直投票下去，那要换题目了。这样，后面没线索了，这不对。后面没线索，那这样换题目了。两个人淘汰就换题目，对，换题目了。对，对啊，所以又回到你了。只有我玩到哎。对啊，我们都没有玩到哎。来，淘汰请到边边。我觉得我那集播出，大家都一脸疑惑。不止观众疑惑，就连我们都是疑惑。不是，我去看红红白白的鱼，他今天嘴被喷了。这也有可能，即便你是好人，但你不会。对对对，这还是有这个几率。应该都收到了。游戏为什么要让鱼？没有哎。为什么要让鱼吃脚？一号，请作答。蜜蜂。过。君君，蟑螂，过，鼻板，蟹心，蚊子，过，鞋子，
苍蝇。过，赢了。我跟你讲，后面很有可能，后面很有，后面很有可能。独角仙。人骨。过，来。卫生棉护垫。过。孟哲，哦，我又不要回了。你过去一点。就不他过去一点。翼手龙。哎呦，哎呦，翼手龙。哦，过。鸵鸟。过。燕子。过。蓝雀。蓝雀。过。飞鱼。看啊，尴尬了吧？我要闪一边。OK 换吗？谁？你说飞鱼哈？飞鱼。飞鱼嘛。飞鱼哦。哈哈哈哈哈哈！你是凹的有点。你的台湾国语有这么严重？哈哈哈哈哈！是你三个虾。飞鱼嘛哈。好过。蝴蝶有人讲过吗？好像没有哈。没有。就讲蜻蜓嘛，好，蝴蝶，我只想确认，我怕我讲到有人讲过了就算失败。哎，答错啊？啊？为什么？为什么？好嘞，好嘞。哎，刚刚金明收到的简讯，明明有写示范说法不能用。究竟误答蝴蝶的人府是忘记了规则的鸡鸣，还是根本不知道规则的间谍呢？他的失误会不会影响大家对他身份的质疑嘞？蝴蝶有人讲过吗？好像没有哈。没有。就讲蜻蜓嘛，好，蝴蝶。我只想确认，我怕我讲到了有人讲过的就算失败。哎，答错。啊？为什么？为什么？好嘞，好嘞。淘汰了，来了。为什么？帅哥。哎，没有。花花是吗？为什么？花花。天使。过。天使这么笼统的也可以控球。帅哥。过。换我吗？乌鸦。乌鸦。乌鸦。好，过。黄莺。过。飞鼠。飞鼠是？飞鼠啊。失败。啊？为什么？飞鼠严格讲起来那个不算，可是那蝴蝶为什么也失败？如果那样不算，那护垫为什么可以？那护垫有什么可以？对啊，哎，还有天使嘞。对啊，可能回去看。那我路西法可不可以？换题目了。换题目了。一号开始，孟哲。呼呼呼！换你。杀。过。要死。其实孟哲是一号。过，过，好，过。他流好多汗哦，你很紧张对不对？游戏，流半天。这游戏你很紧张对不对？你流好多汗哦，好感人，好感人哦。哎呀，来下一位，国王。过。King， 不对 ，King， 啊，跟国王不是一样。Kangaroo。啊啊！讲变袋鼠。答错了。等一下，我等一下，我要护这个啦，我要护这个。什么意思啊？我先没我。好，来淘汰了。你把题目说出来啊！我完全没搞懂是什么意思。我是没搞懂。来，因为我是没搞懂。有双快。好，然后一号孟哲。嗯，亲，小心亲嘴的亲。哦，过。有。过过过。刚讲过了，讲过了，讲过就淘汰啊。好，淘汰啊。那六位就淘汰了，就没啦，就他们。他们三个获胜。许梦哲的表现是非常让人，就是说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好人。在我的视角里面，许梦哲铁定是机敏。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坐在第一个，但是他从来开始，你说什么通通都没有，他就突然讲，我要讲什么？完全没有，他就直接都是讲答案，所以代表他一定是有传东西给他。那到底为什么溜滑梯那一 round 的时候他要妥协？会不会其实有问题的是尹乐？铁好，我原本也是发你铁好，可是为什么你要改变？为什么飞鱼会变飞蚁？你的台湾国语有点严重。飞蚁因为飞鱼有可能那个东西它是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回到刚刚的线索的话，我们其中有一个人应该会拿到二号间谍的。对。那这时候就可以验证到底花花跟鞋子刚刚讲的线索到底有哪一个有输入。那就获胜的三位吃东西。耶！好饿。恭喜三位。香喷喷。自己盛一碗就好了，一碗，而且这已经有点类似像鸡精哦，他们有用很多的那个汤，它就是等于是熬它的时候那个汤汁流下来那个哦，然后这边就闻到那个香气，哇，周边服务，喂，哎，这个温度刚刚好，哎，你现在做这个，哇，好烫，谢谢孟哲，哇，前面刚刚好。哇造福人群哇，真的，它真的吸收，因为它那个在汤，它泡在汤里面的问题。鸡腿，你说你要鸡翅啊？哦，那个鸡精一定超过瘾，这个面赞，这个一定很补神。你看，哇，我就去骨，它很好撕开耶，好想吃哦，这个香味，这个不错。龙脊的味道又进去，入口即化的感觉，嗯，真的化开。孟哲干嘛故意失败？不是，剧情发展也跟我预想的不大一样。因为我看你们三个在溜滑梯旁边讨论超级久，对呀，我们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讨论啊，这样我们很期待你们会马上有一所作为，就确实让我们有一个惊吓的作为，对，我们自己也惊吓到了。好了，三个都获胜了，那所以谁那谁先第一？谁是第一？那三个获胜嘛，哈，对，然后照顺序的，因为没有什么先后，就是第一孟哲先，对，孟哲去听，好，没有什么来分享。回头伸锁是分享一下我的提示呢，确实是主持人没错。嗯，女生的主持人，你也知道是，嗯，这一题的还是主持人，对，因为你刚刚第一个提示是女生嘛，对对。第二个是主持人，第二个是主持人，有两个的意思吗？刚刚拿到这个线索的有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有其中一个人让我觉得说他老实分享这个讯息的目的是什么。哦，那谢欣的是怎么样？我必须要讲，就是刚刚有线索的人是说实话。第二场吗？上一场。嗯。他该不会拿到跟我同一个的？那他就可以验证我没有说谎。不是，那我这好难玩哦，因为我根本也没去过那边。对，我跟你讲，最难玩的是，就是说啊，他没有办法怎么讲，对，没有，因为我还有我听过，重复，你没有去过两次，我去了两次。主持人就这样，可能是女的，有两个，有一个有演，有一个男的，有演戏的，都一样吗？不都一样吗？那我们现在已经玩第三个游戏哦，接下来第四 round 就很重要了。第四个游戏如果再搞不出来，吉米就输了哦。所以第四关很重要了，好不好？大家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整理一下咯。第四关就知道了。OK， 没错。玩到这个阶段，觉得头有点痛。哦，真的才开始痛啊，痛好久了。我知道啊，但就很烦啊。我看到最后一关了，玩到最后，我都自己也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身份。线索虽然很少，但是我们要从我们的 talking 当中大家分析。所以接下来第四关，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赶快跟彼此多套一点，多讲一点话。然后呢，赶快要让机民聚在一起，不要让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间谍，对对，间谍混在。其实前三关有很多对话互动，都可以看得出一些什么。特别在有时的时候会有一秒，有些人会特别惊讶。对，哎，好了，好，来发任务，方法很多哈。对。规则就是前往园区寻找鸡排跟二排，组成鸡二两张牌，就可以到总部找主谋，告发傻瓜间谍是谁，或者取得傻瓜间谍的线索。举报正确呢，该名傻瓜间谍的淘汰；举报错误则自己淘汰。一个人手上只能有两张牌子，牌子可以跟其他人或盒子里面的牌交换，或是直接给其他人。请注意，如果傻瓜间谍的人数跟鸡民人数一样多的时候，傻瓜间谍队获胜哦。哒哒哒哒哒，傻瓜，你就是间谍。傻瓜间谍，你还是听不到关于规则的任何资讯，但只要你成功找到场上的所有伙伴，就可以获得这一关的规则。你们相认的方法就是向对方伸懒腰，就是这个方法。
好，最后一关了，大家就靠自己了哈，胜败就在此刻，好不好？好，好，来，听哨音，预备。哎，这边可以进去吗？我要杀人！啊，找！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一个！有！这个！找到了，找到了，回总部！我现在来到烤肉区，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轻易的把东西藏在，我觉得一定会在比较边边的地方。血腥是脱汤吗？谢欣，你是拓汤吗？你刚从他旁边走过去的。哎，我刚走进来我就说，他们绝对不会把东西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我就绕过去了。是拓汤，不是拓汤。他说我拓汤，啊，这边没有拉。哎，不是吗？这不是吗？在哪里啊？整个玩下来，我根本搞不清，真还搞不清楚状况到底谁是什么角色，好难哦！游戏规则都不知道怎么玩呢、啊？只有第三关知道，第一关、第二关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这关也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玩。那真哥，你的GoPro要拍了？哦，我有拍，我小时候有在。气你到这种程度，他根本就不会赢啊！一开始就知道不会赢。你找到了？对啊。你找到了？现在可以找，去找七跟二的牌子凑在一起回总部，就有必杀的方式。我现在去找七二的牌子啊，他不是都找完了吗？这里七二，你要告发？我要举发间谍，我太确定了。我要举发的是小猪，他太明显了，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各种一些小细微的动作我都有发现，像第二局他那个下溜滑梯的时候。因为通常会想要做正确的动作，所以如果你模仿影片的话，会从侧面下去。然后，但是他跟鞋子哥，我怀疑他们两个，他们就是可能左脚下去是赛道的，但是他们都是往前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怀疑他们两个的点。然后小猪太多，让我觉得看到可疑的地方，所以我举发他。为什么？为什么要给我当笨蛋？好累哦！你们真的很不公平，就自己内定我是笨蛋。我会先聊一下，因为刚刚我有锁定好一个人，我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人蛮好的。我觉得鞋子跟小熊，对，
鞋子跟小说。对。然后刚刚谢欣，我也是怀疑。刚刚人口问说，那你是不是把鞋子？那我先进去了。他突然谢欣突然讲话。对啊。对。可是因为刚刚玩的那个水，然后回答那个单字的时候，对，但是因为他英文很好，所以他有可能都是猜到。对。七分对。对。告发人还是要拿住线索。线索。你选。我要是这个，抽对，直接翻。出生地点不在台北。啊？有七分二吗？有，刚刚忘记。你要先问花花了。举报人还是要线索？没有，我要线索。好，请选。随便买一个。不是钢琴老师。我有两张牌啊。记忆等等。其实怀疑孙启志跟黄梦龙还有谢欣。我再拿一个好了啊。就是这么，曾经发现乌克兰专辑。哎，为什么没有人呢？在后面都没有人呢？哦，啊，又是金鸡。要拿着，要拿着。金鸡副金鸡，哦，可以拿。拿着。哦，然后可以交换。那我可以拿找第三个。哦，可以找第三个，要拿两个。但是如果找到，可以跟那下面的。对。哎，我是不是眼力算吗？有人叫我吗？又是鸡。那给他。算了。哎，俊俊，哎，你刚刚是翻几号？我翻二号，然后是第二个是说他出生地不在台北，所以我有点。二号是谁啊？二号是那个主持人，不是，是连续剧。他有拍过无线台录，我就觉得我是翻三号，三号我翻到的是不是钢琴老师？不是啊，那就不是谢欣。哎，哎，我少一张，你们有没有？要不要先给我？不要。啊？我没有拿到哎。我捡一丢呢。那没有要理我的意思，奇怪。我捡一丢呢。那边那边。你去捡，刚几丢？哎，又是鸡，又是鸡！你拿两张拿着，这里两张，这里，他可以拿着，但他可以先拿着。哦，他说可以拿着，然后交换。要找到后再交换。哎，这是鸡。一根棉花，一根不行。哎，怎么有鸡？那我拿这个，对，多的牌。对，你看，你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小偷。没有，我怕是别人。你刚拿了三号的第二个讯息，然后我的这讯息是不是钢琴老师？然后刚刚花花说，所以答案不会是谢欣。对，因为谢欣教钢琴。对，然后花花刚刚跟我分享的，他是拿二号，二号他的答案是出生地不在台北。哎，我可以又再去问了。所以他的意思是，圈圈，圈圈，过来一下。我拿这个重量就不妙。我想到了有一个 bug， 谢欣还是有可能，因为你拿的是三号，对不对？对。三号的一个线索是女生，我第一个拿的是这个。哎，没有，已经有一个出来了。小猪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小猪是几号。如果小猪是三号的话，那他确实他就是三号。对，他确实不是钢琴老师，但是搞不好谢欣是二号，一号的是。主持人，然后我刚刚拿了第二个，他发行过个人专辑。主持人里面发行过个人专辑的只有花花跟孙雪芝。那我们要不要赌一把？因为我跟你讲，直接孙雪芝，因为可以，因为我也是想直接孙雪芝。因为现在我们的人还很多，精明还很多，对，所以那我先去。好，与人啊，与人面对面跳绳十下不断。这里有，哎，孟哲哥，孟哲哥，
要，那我可以交换。那你换。一跟二嘛，还是？对。好，你要举报人还是要拿线索？我拿线索。我刚刚自选。嘿，我不答这个跟这个，那我要拿三。看哪一张就可以了。还是放得很广啊，放着是不是？不错哎，对，放着好。来，这么神秘，你要举报人还是要拿线索？线索，当然线索。自选，自选。继续三吧。随便拿。好。谁啊？该怎么说？看过没看过？跟你讲，因为呢，我刚刚跟孟哲哥讨论，然后那个刚刚不说三号不是钢琴老师吗？所以因为现在还有个小猪，第一个线索是她是女生，第二个线索她不是钢琴老师，所以三号如果是用在小猪身上是合理的。哦，她不是同一个。对，然后刚刚孟哲哥的线索是主持人，然后他发行过个人专辑，然后。主持人里面发行过个人专辑只有你跟鞋子哥嘛，所以现在我要可以，但是如果我错了，就代表我就要小心孟子哥。我觉得你杀那个鞋子哥很重要，因为代表那个饥饿主持人都五个人点他在后面，五个人都淘汰掉的话，那等于是说，但是应该我也觉得有可能是他，因为我刚刚的第二线索是他不是台北人，对。主模卡，还是你现在可以直接杀一个人，看你要杀谁就可以，跟我说就好。你要杀花花？可是我看到是二的线索，就是直接二的线索，直接两个。我是眼神。花花，你被杀了！我被杀了！我被杀了！还有他是讲话了，来嘴飞去。然后我们继续淘汰。什么意思？他那个是只能带走了。对，那个你现在可以拿一个线索，出去好跟大家互动，好，好，然后我会跟你讲一个猎杀的方式，好，我自己判断我应该是二号警，所以我拿三号出去互动好了，对，是棒球队拉拉队的成员，好，那你可以给我的方式是用水枪射击一个机关，水藏哪里呀？啊，我的裤子湿了，敢放啊！哎，间谍也慢慢的要发动猎杀攻势了，而金明只确定鞋子是间谍，却好像没有怀疑过仁甫。究竟仁甫能否趁隙挑拨，借他人之手清除敌人，让有人数劣势的间谍来个逆转呢？迈向幸福的微笑，每一秒。你的杀人方式是用水枪射击一个机关。藏哪里呀？我的裤子湿了。敢放啊！哎，谢欣，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一个关卡吗？就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然后跳绳，连续十下不可以间断。三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人好好哦。是不是？哦，你人竟然那么好，到位了。你人竟然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好帮他完成？他等下应该也会帮我吧？如果我有的话，如果你拿到的话，我帮你。好。哎，这里有一个。啊，这个重量就对了。Yes。一边找盒子，一边喂蚊子。来，这边都应该都没了吧？但是他们喂，我根本就没找到盒，就已经被他们就已经全部举报完了，根本都不需要参与了。还是根本就把那个工作丢给他们去做算了。大伟哥，你有没有线索？我有线索，我有线索。你有什么线索？我有线索。你有什么线索？
你要举报人还是要拿线索？我要举报协志哥。因为其实从前面那个第二关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就是我们在旁边在等的时候，他都常常会发出一些他很明显不知道我们在看什么内容的影片，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他。分鞋子淘汰。游戏还没有结束，有四个人，所以淘汰，所以有误杀的。啊？四个人淘汰嘛，然后游戏没结束嘛。哦，我对四个人淘汰，然后游戏没有结束嘛，那代表有人是误杀的啊，也有可能是那个间谍杀了人。间谍拿到牌继续打啊，间谍也会杀了人，对，搞不好间谍也有杀了。这样还没有结束哦。啊！天哪！积分二。对，还没有结束的话，我会怀疑。人品哥哎，那我觉得我要拿线索，因为我不确定了。好，我要二号的。二号哪一个？谢欣要叫他欧巴。是几个二吗？对。好，你要举报还是拿线索？哇，有点难耶。我觉得三号是黄梦莲，一号是孙贤志。二号会不会是谢欣？那些我们现在的好人外面圈圈的那个还是比较多。然后如果这样只剩一个，好，我看牌。谢欣要叫他爸，不是谢。好 ，OK。是什么？与人一起合唱童年。去吧，找一个人陪你。那我先跟他讨论，你先去。OK。哎，那这样我投谁啊？那可以吗？我没有头绪哎。因为我跟你讨论，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答案比较像，所以让他进去。好，那对，哥你先进去。啊，对，你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好可怕！没有，不是啊。对啊，我跟你讲话。怎么了？你先陪我过关。我觉得你有鬼。不要，好吧，不要，不要选择太多。不要跟我投了，不要跟他过关。我觉得好恐怖。为什么？孟哲过关，然后对，刚被孟哲过关什么意思？他就叫我帮他过这个关，天哪！因为他们两个都排队啊，刚只有你没事。我们换卡嘛，那我们换。对啊，你要换卡是不是？对，我们去找七二。对，不能啊，我要过关才能继续。先问一下，请问你们有人会唱童年吗？我们这里听了。时光下，叮当街上，叮当你的身上，我就是夏天。这样，我会唱。这是什么？我完全不会唱哎。我那个好。他找人解任务，刚刚就是。谢欣。哎，等一下，再帮我过。等一下，谢欣，等一下。这里啊，这里贴好啊。哎，我要过关了，我觉得太可疑。我第一次录到了节目，要快要结束了，我要知道我要干嘛。帮我拿到这两张了以后，是间谍吗？随便拿一个电子出去，跟大家分享喽。然后我等一下给你一个杀人的方式。担任过娱乐节目主持人，好，来，你的杀人方式，假装跌倒，让基米参与，哦，好，就可以杀掉那个。OK， 好。再跑一下，再回来。哥，你出来了。不要讨论，你先。可是我的线索，你线索是什么？很直接。那我们两个铁好的，你要不要跟我讲？你是铁好的。我们铁好的啊。对，你也贴好了，你不行。为什么？你先帮我过关嘛。你不要过关，不要，你先不要过关。我告诉你，等一下，你先不要过关。我先过关，我先去打，继续去打。好，那你先走。就差一个。有担任过娱乐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我们两个之外，就圈圈了。对，就是他，就是他，对，就是他。所以，谢欣来。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谢欣来。我看他讲，我还没唱完。现在是我要进去举报啦。对，现在是我。干嘛啦？为什么要让我进去？到底没有人要陪你啊？没有人要陪你。现在重点是没有人要陪你。妈
我的童年好悲惨。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现在是关键是不是？对，关键他我直接跟你讲，我们一个就是。我原本一直怀疑贝航是你，但是因为二号的讯息是，有一个是担任过娱乐节目的主持人。是二号，我什么都不知道。二号已经没有了，是那个写字格二号。没有吧？因为我拿的那个。你确定吗？确定，因为你会不会误杀？所以我一直在问二号，二号已经挂了。我刚拿那个线索是谢欣要叫他二号。我所以应该是男生的，对，所以孙学志是，所以二号就是孙学志，只有两个，对啊，所以现在是一号没有爆掉，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再去找吗？我觉得现在有人可能把自己的线索跟那个几号杀手有记搞错了，对，嗯，我们也有可能一直在看已经挂掉的那个人，对，所以现在就确定二号已经，那说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一三的吗？二号是演员吗？三号是二号是主持人还是二号是演员？一号是主持人，三号是主持人，因为我刚第二关没有，三号是主持人，三号是女生，三号不是，一号是主持人。我觉得今天这游戏就是进去的人没有很了解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二号，所以我们线索在那边真的是混乱的。二号是演员，好，赶快再找进去确认，我不会，他都要念的也可以，你帮我一起从头预备起，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只口，哎，我为什么要帮你啊？快点啦！哎，不对，我应该不能帮你。现在我有点怀疑你，我为什么要帮你？怀疑我？你太容易，我太容易被你骗了，不行。我找到一个二，我不要，我对你一定觉得我很容易骗，所以一直来找我。我刚刚拿那个，我可不可以拿同一个颜色？然后就更清楚，对不对？对，好。我怀疑这个。对。他们搞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几号，所以二号不会是谢欣，因为谢欣要叫他欧巴，叫欧巴只会是男生嘛。孟哲哥，你到底要不要帮我过关？什么东西啊？帮我过关，那就卡在这。我觉得现在我有点担心，因为什么？你先告诉我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讯息有点混乱，不是我刚刚、那你拿到的讯息有什么？就是几号是什么讯息？你有记清楚吗？我刚刚挤进去两次，第一次呢，我拿到的是不是钢琴老师？那是三号。三号不是钢琴老师。对。然后呢，第二次进去我就是杀了写字哥。嗯。啊，这里一个，怎么都没有看到？哎，我又找到了，我又找到了。不知道我在带，因为我整个疑惑，我今天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玩什么，天哪，不可以！哦，你记得吗？明明就是我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进去杀写字哥。林允乐淘汰，林允乐淘汰。看来那些信息一定是他。你再给我。你说一定是谁？他们还没有结束哦，他们还在玩啊，比赛没有结束哦，他们还活着。因为刚刚那个尹乐拿尹乐要找人讨论，然后只有人符合跟谢欣姐在那边排队。林尹乐淘汰。我干嘛？为什么你出来林尹乐淘汰？那跟那个 timing 没有关系。我刚刚有说我不是怎么样，他说跟那个 timing 没有关系，他会自己算时间，那是主谋算时间啦。我要去抢！哎！我发现一件事，我站在那边站了半天，然后我在那里站着，然后他门一开来，然后走出来，我就说林尹乐台，然后他就看到我这样，哎，不是，我还有对他发誓，不是，我就在那个地方，快点去，我就在那里杀他。杀！你们有神经病！进去！你有神经病啦！觉得
在哪一个线索，你去五楼上吊。好，那应该是要哪？绿色。日文还不错。好，你的猎杀方式跟基敏一起合唱《童年》。你说讲出那个名字，叫我一走出来。你在跟谁讲话？镜头啊。哦。你不要再那个了，还是你帮我过关？好，我帮你过关，我帮你过关，我帮你过关。从这边开始。他说要念的就可以了。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次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哎，这里的零食。你有在礼拜天晚上八点主持过什么节目吗？有吗？你有在礼拜天晚上八点主持过一些节目吗？什么意思？没有。好，你在演吗？什么？看吧。为什么不帮我？可是我还没跟他唱两句话哎，我可以帮你唱啊。我为了表达我跟你之间是 OK 的，我帮你唱。好，我相信。不用唱，刚刚已经说他唱了一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了那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生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这里的零食，手中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终于过关了，再。Yes， 那我们两个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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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要去找牌了。再去找，再去找，再去找。嗯，为什么突然要帮我过关？还是世人府歌，有可能，有可能哎，因为新淘汰，新淘汰，完蛋了，一定是人府歌，不是我啦，你放他回去，卡都被他找走了，不是他讲那样啊，可是人府也没挂啊，人府还在找啊，他是间隔，他不会念出来。他会趁谁走出来的时候念他名字，让你觉得是他讲的，这样你们懂吗？轻轻淘汰，轻轻淘汰，就是你。还有谁啊？跟你还不走，那还没结束吗？那代表他们人格还有啊。对啊，我们剩下谁啊？我跟你，然后跟王仁甫。对。间谍府不愧是间谍府，靠着高超的演技蒙骗过大家的眼睛。究竟孟哲跟谢欣能否及时发现异状，扳回局势呢？轻轻淘汰，轻轻淘汰，就是你。还有谁啊？跟你还不走，那还没结束吗？那代表他们人格还有啊。对啊，我们剩下谁啊？我跟你，然后跟王仁甫。对，还有主持人之一，有一个，咕咕咕。我又拿到主谋卡，所以我现在赶快杀一个就对了。那我杀谢欣。哎，现在到我们现在剩三个。淘汰，谢欣淘汰。谁讲我？我在这边等。结束。我在那边等。谁讲我？傻瓜就绝对获胜。傻瓜就绝对获胜。王仁甫啊。傻瓜间谍队，我杀了三个。傻瓜间谍队，没有啊，我进来都是唱歌，还有别的，两张主角，哦，三个，一个跌倒，一个唱歌，啊，你那边，对耶，我不知不觉赢了。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获胜，其实一切都是运气好，运气好，真的。因为我到前面都觉得我有好多就是根本不知道游戏怎么玩的，然后我觉得我都露馅了，露好多线，因为我还帮影片，我还帮鞋子说话。前面好人堆一手好牌，但到最后打输了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你们运气很好拿到这些两个功能卡，对对，另外一个是到后面其实大家搞不清楚他到底拿的线索哪一个好。对，我看你们在讨论中，你们怎么好像真的就是不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搞到没有去记说自己拿的这个线索是几号的。我一直以为孟哲在第二关的时候就认出我来，因为鞋子露线露太严重了。对，他很明显。他那个露线说，为什么还有题目？对对，就代表你那个时候我也有发现，为什么你有疑问？但我有在想说，会不会是演的？对，然后后来不是你，我后来你那一拍，其实你最后在后面又打一拍，我其实就想完了，我已经露馅了，许梦哲已经知道，因为你不是在说，我觉得有些人哦，他呢其实刚刚问的为什么，其实蛮明显的，然后我还试图想帮他讲话，然后我就想说，对啊，就是我觉得他或许是在演，或许他可能知道了想要弄点什么，然后可是我觉得你那个就说，哎，
你跟花花同时愣了一下，我心想说，我是不是又讲的不该讲的话了？我是不是又露馅了？完了。就像那个我的那个护垫，你也是疑惑，我就觉得你也是怪怪的。对，我觉得我其实露馅很多。你们，我觉得你们真的优势非常大。我们真的超不友善，你们搞不清楚你们问的线索谁是谁。我本来抓他的，不是拿两个线索要去抓他，结果说算了，先拿一个提示算了。结果他好死不死碰，他说：“哎，我给你来交换个什么提示什么的。”啪，一个水枪，你死了。我说：“我比他先进去，本来应该先讲他，但是算了，玩久一点，结果就被害了。下次资讯记得，对不对？运气，运气。哎呀，一手好牌，一手好牌，哎，我这个过程，我想不出我们有任何赢的机会。我刚刚就觉得不可能呢、啊。哎呀，好了 ，OK 了 ，OK 了。不管怎么样，恭喜傻瓜间谍获胜，获得小千元的奖金。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来宾辛苦了，欢迎下次再来玩最有趣的饥饿游戏，下周见喽。